近日，在《萌探》综艺节目里，居然出现了肖战的身影。肖战以另一种方式加盟《萌探》，足以看出肖战强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，实在是太红了。人虽不在，话题度依然拉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是肖战的标志性微笑和大白牙成为了节目一大亮点，有嘉宾一下子就说出了肖战的名字，在内娱的知名度非常高。据悉，青年演员肖战官宣加盟萌探，肖战的标志性微笑和大白牙成为了节目一大亮点。个人并没有咋关注这档节目，只是看到了一个小片段，现场嘉宾根据提示猜明星名字。当出现肖战标志性微笑的时候，有人直接说出了肖战的名字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可是响当当的顶流巨星，在内娱乃至世界领域都拥有着超高知名度。肖战太红了，延续好长时间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看到这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充分展现出了肖战强大的影响力。但是上热搜的话题是和王一博捆绑在一起，作为小飞侠，大家的态度就是专注自家，从来都没有说别人不好，而是自己只会关注肖战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肖战依然是顶流巨星，依然是大家喜欢且认可的实力派演员。希望肖战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，也期待早日和肖战见面。如今肖战还在藏海转剧组，还没有杀青，希望肖战一切顺利，早日杀青和观众朋友们见面。肖战越来越好，未来可期。